这是男明星陈坤吗？难道他在河南洛阳吃饭录节目？看旁边一群工作人员，背后衣服上醒目写着张艺谋作品2020。男神陈坤面容似乎发福不少，已经40多岁的人了，怎么看着还是这么年轻，真是令人羡慕啊。也许是录节目，也许是拍摄影视剧，陈坤坐在最普通的路边摊，吃着最接地气的饭菜，体验着老百姓的人间烟火。路边摊不锈钢桌子上摆放着几道菜，有烧腐竹、青菜炒豆腐、金黄的油炸馍片，碗里盛的是糊涂面吗？看他吃得津津有味的，看来味道是真的很不错。